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xy 是实数啦 ，x 加 y 的话哈，它是小一啊，绝对值小一啦。那么他问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？那这个哈，我现在给他哈，展开来的话，重新配方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 x 平方了啊，加上呢 2x 加一嘛，这个是 y 平方哈，加上 2y 加一。然后呢，这个跟这个可以配方，所以整个多少呢？整个就是 x 加 y 整个的平方了，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那这两个合起来，加上两倍的 x 加 y。然后现在这里的话这里有个一，这里有个一嘛，二减一的话是加一，那这个又可以配方，这可以配成 x 加 y。加一的平方啦，好，那所以哈，这个就变成了等于哈，我写在这里，根号多少呢 ？x 加 y 加一的平方啦，那加多少？这个也一样啦，这个的话，这个只是说哈，这展开来的话，这里变负的，这里变负的，那其他都一样，那所以的话哈，这个的话会变成多少呢？一样的话呢，就这个。这个加这个加这项，就是有 x 平方 y 平方加 2xy， 这是 x 加 y 的平方。好，啊，这里有个负 2x， 这里负 2y， 所以是减 2x 加 y， 就负 2x 加负 2y 嘛。啊，这个一，这个有一嘛，一加2，2减一的话再加一，所以这里可以完全配方，配成是 x 加 y 减一的平方。加多少呢？加上x 加 y 减一的平方。好，那你现在的话去根号的话根号里面东西跑出来要加绝对值，因为里面的话一定要正，所以 x 加 y 加一就是开根号又出来的话一定要正值，加了多少呢？取决于 x 加 y 减一。好。那现在的话，他说这个绝对值的话，它小一嘛，所以不论这是正或负的，它都小一嘛。好，那既然这样的话呢，所以一加这个数值的话，它一定是大于零的，所以你去绝对值不用加负号，所以呢是 x 加 y 加一，不用加负号。那这个的话要加负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绝对值是小一嘛，它的减一的话，它一定是小于零，不论你是负的或正的，它减一一定小于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绝对值是小于一，所以这是负的。负的去绝对值要加负号，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加负的x 加 y 减一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多少 ？a 加 y 减掉 a 加 y 的话就消掉了一。减掉负一就一加一，一加一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，所以这一题答案等于二。